此刻的新鱼啊，大家，我是呆梦，各位看客老爷满腹经啊。昨天万众瞩目的滔搏大战 BLG 最终以 BLG 胜出，整个 BO3 看下来啊，369的发挥实在是不太好啊，玩的还是挺让人失望的，后面再好好努力吧。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，下面咱们就来看看这两天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Miko 奥恩完美开团，大招三人打得太好了。在滔搏对战 BLG 的第一场中，14分钟 BLG 先行发难，寒冰一箭射中小奶油，好在小奶油有大又有闪。与此同时， Miko 奥恩教养反开，二段羊击飞三个走过来，又装飞两个，阿水和小天过来就轻松拿下两个人头。不过这一波滔搏并不赚啊，因为小奶油被阿冰咬死了，369去掉左手单挑，结果自己被砍死了。昨天这场 BO3 啊，369发挥实在不是太好。数据大吗？很多开团技能是的，这一剑先找黄金，黄金算是过墙被田王姐和拉回来，自己反手一推再接闪现，哇，没口一撞三，无尽四手命中了啊！在屏幕左侧，阿斌想去粘下黄金，杀黄是比较危险的，而这边艾欧克已经被突破了，艾欧克立伏在地，黄金也被左侧的阿斌给收掉。旁边另外一片战场，369跟奈特也缠斗在一起。奈特再接风尘绝念，一剑一念想找三六九反手苍穹之月也没办法换掉任何人，比较被冲掉。阿斌开南越高地开团，369杰斯神仙一锤让人受不了。在 BLG 对战滔搏的第二场中，27分钟 BLG 四人推中大叔放大，阿斌 TP 到下路高地处，接下来各位注意啊，这里小天茅塞都把阿斌踢走了，结果369杰斯一锤子就给锤回来了，直接把小天给电死了，还电残了其他人，这样滔搏团战就打不了了啊。当然除了这一波，第一场7分钟也很离谱啊，这小天猪妹来上路帮369的忙，就在小天放大的瞬间，369杰斯竟然一锤子把阿斌给锤走了，然后残血还不走，还搁这里晃，阿斌直接闪现转死，拿下了369块啊！这金币数实在让人绷不住了。一个大叔大招，凯南随时准备绕后，外的天狼也电三个，把人都电麻了。这茅塞打了一波互换，小奶油开了手金身，但立刻被蓝色帮压起身，大树 Q 技能压到他的起身，旁边杰克勒给点输出来了，但这个好像射到了，真的命中了，阿斌直接被那窜到脸上，先给个 Q 技能，369让农子把人推开，猪妹补了个大招，也没补到阿斌。跟阿斌缠斗在一起，阿斌闪现一个 Q 技能转两个，先转死杰斯。阿水赶到战场，一定四手没能命中。看到被盲僧一脚踢三个，瞬间团灭。方 plus 在京东对战方 plus 的第一场中，15分钟双方野区交战，看到被先摸队友过墙 ，Q 技能踢中奎桑提，然后二段 Q 跟着大招过去拿下人头。这边蓝波被开了，看到被赶紧过来套个盾，然后一脚大招直接踢飞三人。岩雀被秒丢个蛋 ，EZ 虽然跳过墙收了 share， 但自己闪现撞墙也被收了，剩下一个泰坦当然是走不掉的。看到被追上来就轻松带走了人头，你别说啊，看到被这一脚踢的还是挺帅的。时的负伤啊，超长的追击战。朱德章这个位置还想打吗 ？W 位置 W 到两人R出去，但还没落地就被回音机如影随形给击杀掉。而且正面看这个位置 ，Duke 的位，Duke 的移过去还有意外收获，把希尔给斩掉。但问题是正面盲僧已经是满血三杀，他还在触发侵蚀，他的征服者已经不知道触发多久了，四杀的盲僧。擎天剁手血怒团战，万圈 Q 刮四人丝血不死。在 UP 对战 RA 的第一场中，首先十分钟虚空中团战，小号猪妹先放大留人，瑞尔再跟大招控制，然后维克拉永恩大招竟然放呲了，就打了一个人，导致给骇客莉莉亚 Q 了四个，反手睡了四个人。此时擎天剁手已经开疾走赶到，先拽回猪妹打出闪现，然后转头打瑞尔，再被猪妹控住之时劈出大招控制结束 W 接 Q 闪转死猪妹，再一个大招劈死卡莎完成收尾。当然除了这波团战，20分钟的 EQ赚四人回了1351滴血也是很恐怖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TP 要硬接，开道是一个前排，是一个布隆吃的剑，后面交闪现，开得很好，俊伟，但永恩的大招稍微有点一般，卡莎进场，莉莉亚睡到了四个人，但是后续剁手终于来了，疾跑赶到，想要先打前面的俊伟，但现在小徐在侧面也切掉了一个人，擎天被控得好难受啊，交闪现 Q 闪啊，直接达到三杀，要来找没有闪现的擎天，擎天的位置有点危险，外圈挖回一口，那这样的话擎天可能要先被集火秒掉了吗？擎天这一波没有死，回血了，我的天啊，擎天这一波外圈挖回了一大口血，又是一个断头台，擎天没有倒下，这一波是一个零换五的团战。接近盲僧好快的腿，一秒五剑光速 TAD， 在 EDG 对战 OMG 的第二场中，32分钟 OMG 四人在中，此时接近盲僧 Q 技能命中小兵，然后看准 EZ 的位置，二段 Q 进梦魇阿闪光速一脚踢回 EZ， 落开大魁给控， EZ 瞬间被秒， EZ 倒了后这出一巡也没了，接近这一脚踢的实在太帅了。
可以把 EZ 的 Q 全部收下，是全部收下。你 Q 我无所谓啊，不掉血。是，而且闪现回旋踢漂亮，把 Starry EZ 给踢了回去，第一时间被秒了。卡莎吃到这个人头，这可能是一波的节奏了。白夜天真也已经倒在了地上，旁边 皮皮卡的根本没有砸锤子的空间。EDG 高歌猛进，应该是要将这场比赛画上句号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